里我总共买了11件衣服，一共花了我300块，就是平均算起来一件衣服是28块，便宜哦，我不用给运费耶。我美不美？哈哈哈哈，我喜欢这件衣服呢，就是它的袖子这边就是那种特别长的，就是可以遮完手，我手已经是很长的，但是这个袖子还是可以遮到我手，证明它很长。怎么了？上衣不见了。所以你是要穿着裙子出来给我看吧，好吗？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科恩 with 裙子，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来过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只有裙子的科恩。上衣也有好吗？可以，可以的。可以不要突然间跑去照镜子吗？嗨，我是可恩，今天这一集又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淘宝开箱，耶！哟呼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呢，第一次的淘宝开箱我就开了科技产品，第二次的淘宝开箱我开了零食，今天，我们来开箱衣服吧。其实我自己很常买淘宝的衣服，但是淘宝开箱衣服的 video 我从来没有拍过，之前没有拍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懒惰。那这边呢，还是讲一下为什么我想在淘宝买衣服。第一，肯定就是淘宝上面的款式比马来西亚多很多啦。第二，就是淘宝上面的买的衣服哦，肯定是比我在马来西亚的 online 或者是店面买便宜哦。第三，就是我懒惰一间一间店去选去买，因为有时候遇到买到就还好，但是如果买不到的话，我就浪费一天时间去找了。这里我总共买了11件衣服，一共花了我300块，就是平均算起来一件衣服是28块，便宜哦。今天的影片重点就是很多人是不懂的，就是在淘宝只要你买超过299元人民币，换算过来大概是马币180块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包邮到你家。所以我买的这一堆哦都是包邮的，就是淘宝免邮直接空运到我的家，我买这样多都不用给运费耶。 OK， 简单讲呢，就是我给了这个衣服的钱之后呢，我就不需要再给集运的钱，只需要给一次钱，然后我海运跟空运都是免费的了，就直接送到我 KL 的家啦。我是不懂大家懂不懂的啦，不懂的呢就帮忙把这个 video share 出去，如果你懂了的话也要 share 出去，因为我发现真的很多人是不知道哦，买上299元，淘宝就可以直接包邮送到马来西亚，你懂没有，摄影师？不懂，真的吗？你看，都讲不懂啊，真的不懂。那你有人懂哦。所以呢，我决定现在先简单教一下，我们才来开箱 ，OK？ OK， 首先呢，就是打开你的淘宝，按进之后就去换地区，我们把地区换去马来西亚先。换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有一牌子叫做大马包邮专区，你点进去，这边里面哦，全部都是299元人民币包邮，直接到马来西亚的，什么鬼都有。但是如果这边哦发现你没有你想要的东西，你在 search bar 这边也是可以 search 到的，比如说炸街帽子，各种什么花家帽啊，不要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就按初秋新款连衣裙。就是有很多种连衣裙，反正只要你在 search bar 里面 search 到的都是299包邮到马来西亚的。或者你 scroll 一下，你看到一件啊，这件衣服你很喜欢，你点进去，然后你看到有一行字写着大马会后满299跨店包邮，现官方集运。如果有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它是不需要给运费的，就是直接包邮到马来西亚了。那选好了之后呢，你就进去购物车，把你想要的东西都叮叮叮叮起来之后，我们就去结算给钱。这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官方集运空运那边哦是0元的，意思说你是不用给钱的哈。然后我们就直接去把这个衣服的钱给了。那给了之后呢，当这个衣服全部到完仓库的时候，它就可以直接出库，你是不需要再给空运费啊，就是免费空运的意思。但是这边呢就要注意一下，299包邮的前提是，第一，一定要用手机 app 下单，电脑下单是不可以的哦。第二，一定要用淘宝官方的集运仓库才可以，空运海运都可以，但是如果你是用外面代购的仓库是不可以。 No. 第三，收货地址一定要是马来西亚。第四，就是最重要的，一定要买满299元人民币才算数，也就是马币180块左右。 OK， 现在我们来开箱吧。其实我自己哦，买了一段时间，我自己买什么我都不大记得。Surprise！ 1件、2件、3件，哎，我故意哦，等到现在才开的嘞，就跟大家一起开箱。4、5、6、
11件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去试一下。OK， 阿 Ken 进来。嗨嗨。OK， 等一下呢，我就会当场试我刚才买的这堆淘宝的衣服，然后你就帮忙给一点 comment 哈。然后你就跟我讲，我美不美？你美还是衣服美？我们两个都看一下美不美。OK OK OK， 你帮我拿着 Ken。OK。好，我再去试了。可能就在里面换衣服啊，我就很无聊啊。今天我们有灯光师，我来陪你玩。不是，我们在等可能换衣服。哎，咁噶啦，他不会换好了，够拍每一张照片给我们看，这样就好了咩？哎，好了没有，可能？好了，等一下。OK OK OK， 来电啦。我就不信他真的好了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你好了没有啊？哎，出来哦。第一件。哇。好看吗？这是运动服，这个是关了灯会发亮的荧光灯啊。Rela 是不是？没人哎，有啊有啊有啊 ，B B 啊，三大杰拉啊，哎，不是认真的。OK， 裤子就没了。对，裤子是我自己的。裤子是你分的。裤子是我自己的。后面是这样子啊。OK， 它这边呢是有一个拉链可以拉的，就是看你要性感就拉下去喽，那种保守的就拉上来了哈。哎，不过我看到这件衣服的底衫后面很美啊，你转身，这个红色的很美啊，这个底衫。那个还没有剪啦。OK， 我喜欢这件衣服呢，就是它的袖子这边就是那种特别长的，就是可以。遮完手，我手已经是很长的，但是这个袖子还是可以遮到我手，证明它很长。这边哦，你看过来，这边它是这样子交叉的 design 的嘞，很有心的嘞。然后 crop top 这样子哦， OK 吗？这个给多少分？第一件的话给五分啊， normal normal。OK， 我去换第二件。失败了。你讲什么啊？买到裙子卖了，上衣不见了。所以你是要穿着裙子出来给我看吧，好吗？没有上衣，现在。Oh my god！ 随便穿那个什么上衣咯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科恩 with Chin X Mark， 等一下，我来过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只有裙子的科恩。上衣也有好吗？哎，花花，你又讲只有裙子吧？哦，因为我就没有理由，我不穿上衣出来的嘛，所以我就穿一 set 出来啊，上下都是新的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是买一 set 这个裙子的衣服的，但是现在我买错了，我没有买到上衣，所以我就找另外一件搭配。这件蛮硬的，衣服好看还是裙子好看？好像去登台一样。真的没？真的。这下面我觉得下面的那个花很像你那安迪，安迪会穿的。其实一 set 是很好。你要我们安迪穿的睡衣啊。安迪的睡衣没有这样美的，你看这个花。Orchid 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打一个 ribbon， 然后露肚脐，然后这边开开花袖，然后现在很流行的一字肩，上衣蛮美啊。这个裙子买错了，应该买上衣。这样就换两三件了哦。那你讲，可能下一件衣服会不会是白色的呢？嘟嘟嘟嘟！哇，你又懂了，真的是白色的，你又懂了耶！这件是 OL 装，但是好点要穿小背心才。哇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 A V 了，你讲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其实还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件衣服美在哪？还要穿小背心哦。我觉得上面有一点大吧，这里啊，它就是外套跟裙子是分开卖，但是我一 set 买完回来了，然后它这个里面是一个连身裙，就是那种百褶裙这种百褶裙类型的。这个裙美啊。没有、哦、那个外套呢是能扭起来的是吗？它的其实哦，它是很特别的，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打开，但是如果你要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它这边有一个纽扣，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扭起来的，是不是？蛮有特色的这件。哇，来个回眸、啊、猫步，回眸三二一。猜猜是我穿什么颜色？我猜红色。那就错了吧。哎呦，休闲家居风。My God！ 我没听错。喂。香。哇有哦喂，那个颜色就是。哎，我没有。对，这个不是业配哦，是那种居家风，就是那种小资女孩平时出门很休闲，这样子背个 bag 就可以走的那一种，你们会不会的？不是，我觉得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马来西亚小女生出去 shopping 的。Duffel bag。Yes。OK 啊，其实很可爱的。它这边有 pocket 的嘞，你看，可以放东西。它这边有小心机的，这个裤子这边是红色圈，然后配青色的，衣领也是青色的，我故意选青色的。不一样颜色。看这里啦，可以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去 Pavilion 吗？可以啊。
What the fuck？ 什么？觉得不错啊，是不是？这种就是那种拼接风格，就是一般是 T 恤，然后一般是那种海军风，就是 Army Green 的。它帽子是一色的？不是，帽子是我另外买的，这个是那种贝雷帽，就是很搭这种，就是要走比较帅一点路线的那种。来个帅一点的 pose 啊！十分我应该给八分。哎，我觉得我选的衣服都没有什么雷耶。还没有罢了啦，你再换另外一件。哎，我们还在拍摄的哦，你可以。哇，这好。可以不要突然间跑去照镜子吗？但是看到肚腩了。那个帽子。帽子很，现在流行哎。你脱掉看。哎呦。怎么了？可以拿着那个帽，那个帽子原来不是戴的，是拿住的。不是我要戴的喽。拿住，你拿来，你拿拿，你要再拿着的。我要戴的。在流行奶牛纹，遮半个眼睛，对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可以去 clubbing 啊，这个身打扮，然后可以去 pub 的。那我觉得是那种日本中学生的那种泳装嘛。是啊，你是泳装。你看上半身这个是不是泳装？你看到泳装会开叉的没有？它是可以扣起来的，它扣又可以连在一起的。如果你要看起来好像可以去 clubbing， 就打开这样子哦。它有一点像周星驰白变星官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哦，出来了，终于穿好了，我又穿这个帽子出来。这件不是一样的吗？哎，哦，这个是一个长一点的裙。今天这个帽子配这个裙吗？这个帽子配这个裙，那终于配得了 ，yes 啦！不错，耶！这个呢是哦。不规则的裙子、okay. 就是这里短然后这里长的这种，就是可能小礼服，然后你外面再配一个黑色的外套，然后你穿那个 boots 就很帅啊，很酷了。这个帽子配得很好。 Yes 啊，终于得到认同了哦。这里都是有 ribbon， 然后其实我刚才穿了非常久，因为它这里要绑。你自己给这件多少分？我觉得 OK 了。要隆重这个啊，八分。好看啊。好看 OK。快的衣服我已经全部试完了，你觉得哪一件最美？我觉得每一件都不错哎，我是没有想到原来淘宝你讲一件20多块而已，我没有想到其实不错啊。你现在是求生欲是吗？不是，我真的觉得是不错的，真的。你回答太快了，没有想过。我觉得不错的。你想太久了。我觉得不错嘞。假 pose。 OK， 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件衣服的话呢，你又想跟我买同款的话呢，我会在 caption 里面放一个 link 给你们。 OK， 最后再讲一下呢，如果最近有想要买衣服啊、裙子啊、裤子啊、帽子的，现在就是时候了，因为只要买满299元人民币就可以包邮送到你家了。你知道平时空运费是有极贵的嘛，我只是随随便便然后买2-3 kg 哦，我就已经是50-60块马币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买最对啊，快点去办一下， go。 当然还有9月9号到11号呢，就是淘宝的99 mega sales 活动，到时候有更多的 promotion， 然后最后就是我的可恩专属 promo code 就要给大家了，就在这边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喜欢今天的影片呢记得给个 like， 然后分享出去，然后看很多次，然后记得 follow 我的 IG、 Facebook 还是 YouTube， 我是可恩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没有气了，讲到